我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，能够开着自己家的车，跟全国这么多的家庭一起来参加这个阿拉善，沙漠嘉年华，真的由衷的觉得我们祖国欣欣向荣，越来越强大，也觉得今年这个国庆非常有意义，大家国庆节快乐。 合影留念。那么，我想呢，这是我们2016中国国际阿拉善。